日本では売れてなくて、うん、なんで韓国でやるんだろう、韓国でどうやって販売するのかなって。所以很多中国的中国人也会吃到一些从韩国来的水产品，但是可能因为捕捞方式的不一样，我买到的，我看见过的韩国水产品都是很新鲜的，因为我们平时就生活在海边，我们只吃比较新鲜的水产品。Welcome. Welcome. Welcome. Welcome, K-fis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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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